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严玉国，出生在一个做文物生意的世家，他自己从事文物鉴定行业也有30多年了。我应该是81年开始入的行，家里因为呢父亲有年就干这个的，因为我搞了以后他会稍微指点了一点。收藏这东西啊，主要是有一个爱好问题，爱好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最喜欢康熙的东西。严玉国钟爱的这种白底蓝花的瓷器，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青花瓷。这是康熙典型的一个笔筒，那用这个传统中国画的一种分水的，就是墨分五色的一种分水效果画出来的，特点比较特别分明的。康熙的青花是清代最鼎盛最好的，所以现在的市价也是最好的。严玉国所在的鉴定公司的外面是一条充溢着传统气息的老街道，各种出售字画和文具的店铺里总会出现青花瓷的身影。洁白的瓷器上优雅而古朴的蓝色花纹，勾画出一种经典的中国味道。来自浙江温州的商人蔡新欢，在琉璃厂附近的街上开了一家画廊，主业经营书画，同时也出售画家的青花瓷作品。这个国画呢，就是水墨画，跟那个这个青花瓷是一位老师画的，但是水墨呢，就是说它是纯水墨的荷花。他这个是说按国画技法画那个青花，表现方式不一样，说一个是表现在纸上面，一个表现在青花瓷上面。这个青花瓷就是用青花颜料来画，那技法还是国画的技法。青花有青花的一个艺术魅力，国画它也是国画一种艺术魅力，它就是它两个是相配合，就是说它也相得益彰吧。蔡新欢打算以后更多的跟青花瓷画家合作，因为他很看好青花瓷的市场前景。早在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器以140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加上瓷瓶本身的佣金，共计1568万英镑，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全球最高拍卖纪录。青花瓷被认为是中国瓷器的代表和巅峰。但是关于青花瓷，即便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奇迹，一种秘密。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胚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过高温处理后，陶土变成白色，而原本黑色的钴料变成了蓝色。
因为陶瓷其实按老工序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个烧一件陶瓷出来确实是十分不容易的。这把火是瓷器的生命线啊，烧不留神都不行。扬州的陆吕俊和北京的叶剑新都是国画家，也都因为偶然的机会跟青花瓷结缘，而他们的青花之恋都是从一座小镇开始的。景德镇位于中国中南部，因为瓷器而闻名世界。这里的瓷器制作起码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从公元13世纪的元朝开始，青花瓷成为瓷都的宠儿，并远销海外。而考古发现证实，早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中国人就已经会烧造这种美丽的瓷器了。青花瓷的诞生原因就是说，在两个特定的比较开放这个多元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两个王朝诞生出来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迁居中国，伊斯兰文化随之涌入，和中国文化相互融汇。青和蓝对于我们华夏族来讲，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好的颜色，是吧？但是青和蓝啊，蓝天白云是高原民族、游牧民族啊，他们稀见的色彩，而且是他们觉得是纯洁的、神圣的这样的一种啊一种色彩。在元代以前，中国瓷器以没有花纹的素面为主流。元青花的出现改写了中国瓷器的审美取向。如今元青花的存世量不足400件，但是青花从此成为了中国瓷器的主角。景德镇历史上烧造过各种各样的瓷器，只有青花瓷从诞生之日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座古老的镇窑就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使用到1995年。巧妙的结构使得不同窑位的温度不一样，可以同时烧造出几十种不同类型的瓷器。青花瓷的烧造温度比较高，一般在1300度左右，但确切的温度是不外传的秘密。过了上限，颜色发挥，瓷器又会起泡沫、起针眼，啊，那个不够的话呢，瓷器光洁度烧不出来，而且灰暗，啊，发黑，啊，这些情况呢，都不是烧得完美的瓷器。烧了完美瓷器，清澈透明，这个油嫩，放出一个蓝宝石的那个光芒，非常诱人，非常滋润。在密封的窑炉中，火的洗礼让青花瓷获得永不褪色的生命，也变得神秘莫测。这两件青花瓷瓶的花纹和规格完全一致，但出炉后的效果却不同。一条龙的线条清晰有力，显得刚毅威武，另一条龙却朦胧游离，也别有风味。这正是由于不同的温度造成的奇妙效果。除了火的锻造，青花瓷的美丽还源于工匠的构思和想象力。
拉坯为青花瓷塑造形体，绘画则赋予瓷器以灵魂。这是青花瓷获得艺术生命的关键所在。这件青花瓷的外形并无特殊之处，但它全身的纹饰却让人过目难忘。这是送给康熙皇帝60岁生日的礼物，上面绘制了10000个汉字，所有汉字其实都写了一个字，寿，但竟然没有两个字是重复的。精湛的工艺和奇妙的构思共同制造了一种传奇。美术和工艺美术作为姊妹艺术来讲，应该说是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和影响的。瓷器的装饰最早它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就是图案化。源于文化交流而诞生的青花瓷，千百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演变和创新。中国深厚而独特的绘画艺术不断为工艺品注入新的艺术语言，不同时代的青花瓷营造着不同的美感。尤其到了明代，我们从事瓷画装饰的工匠，他们向文人画学习，把他们的东西借鉴到瓷画当中，是对瓷器的这个装饰艺术是一个提升，品味的一个提升。上世纪前期，景德镇一位大胆的艺人王布，第一次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法引入青花瓷，创造了一种叫做分水的绘制工艺。像古代的青花呢，它只有浓淡，缺少一个中间色，所以像它的话呢，把那个青花的颜料、青花料啊，就是像水墨一样的运用得很好，就是可以说，墨分五色啊，甚至于更多。利用骨料和水的不同比例，分出9种不同的色阶。从此，青花瓷开始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但在传统的工艺师团队里，还是显见专业画家的身影。从古到今，都认为陶瓷是工艺品。那么，画家作为纯粹的中国画家，他不屑于是在做工艺品，因为他是画家，画家和工匠们他是两个概念。很多画家他不去涉足这一块，他只是偶尔的去画一点东西在上面玩玩而已。直到当代，这一传统才被打破，青花瓷的制作开始由画家参与，叶剑新和陆吕俊就是他们中的代表。而他们入行青花瓷的心愿如出一辙。瓷器这个东西对世界的影响那么大，世界人通过瓷器认识我们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么博大精深的东西，这么被世人认可的，世界所有人认可的啊一个艺术，我自己作为中国画的一个画家，应该要占有这个陶瓷载体。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把中国画移植到这个瓷器上去？我说我把我的水墨转换到陶瓷绘画上去。早在1991年，陆吕俊就迫切想在瓷器上一展自己的才能，凭借着国画名家的声望，很快就有人请他在瓷器上作画。但是拿起画笔的陆吕俊很快发现，这与在宣纸上作画有些不同。画上了这个，当然他们还好，啊，我看看也画得很漂亮，很得意。
就烧出来这个淡淡的瓷的影子了，就一点影子，就是像过去那个拍照片黑白照片曝光不足，洗出来这个呢只有淡淡的一层影子。陆旅俊花了3年时间才掌握了烧制青花瓷的要领，期间的废品多得难以计数。砸过瓷器，砸了很多，砸到我夫人眼睛都要淌下来了，而且不是砸一批，怪瓷器是不允许让它留在市面上的，这是对艺术的不尊重。毫不留情地把废品和次品砸碎，是青花瓷行业历来的传统。这使得青花瓷的成品率极低，但也因此造就了青花瓷的纯粹和高贵。叶简新接触青花瓷比陆旅俊晚，当陆旅俊已经沉浸在青花的世界中时，叶简新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国的水墨艺术，最终创造出了自己的新水墨画法。就说你要把这个时代的气息放进去，那么就是我说的就是新水墨，你把这种气势气韵山的一种精神把它用一种你的笔墨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其实就够了。接触青花瓷后，叶简新也花了2年时间才掌握了陶瓷和骨料的特性，但叶简新认为只要拥有深厚的功底和对传统绘画的理解，中国几千年的水墨技法完全可以移植到陶瓷上。好的宣纸如果画上去，每一个水迹它都能留下那个水印下来，但是陶瓷上比它还要强烈，就你每一笔哪怕上面走的笔的运动的方式，那个每根笔毫上面的这种笔触它都在上面展现出来。那么这就是我当时研究，我说哎，宣纸能达到效果，这上面能达到，宣纸达不到效果，这上面也能达到。水墨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所在，被认为寄托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情感。拥抱新水墨的青花瓷也因此获得了一种特别而新颖的艺术情调。假料呢，不要把料调厚了，一边加上去，一边加上去是死料，死料是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必须把它调细了，一边边的覆盖上去，一边边的，就像那中华那个结料。陆旅俊也希望能在瓷器上创造出自己的意境，雪景是他心目中的最爱。据说早在几百年前就曾有雪景青花作品问世，但后来因为制作工艺太过困难已经失传很久了。因为雪这个东西它是固体的，但是它在固体当中它也是很特殊的一类的东西，它很难表达，很难表达，是吧？它是虚的又是实的，是实的又是虚的，这样的一种景物的把握，对于雪的这个质感，这样的一种表达表现，真的在古代来讲那种技艺当中它是做不到的。青花吸金图的这个层次要求比较高，那个景德镇的传统青花5个层次根本做不做青花吸金图，它一个雪面从深浅到暗部，从这明暗过渡要30几个贵度等级，你靠那个5个层次它是画不出青花吸金图的。
在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失败之后，2002年，陆吕俊的青花作品《瑞雪》终于问世，并获得香港世界华人艺术展金奖。从此，陆吕俊的青花作品被海内外收藏家以数十万的价格收藏。更多的画家涉足青花瓷领域，为这一古老的工艺带来更多的变化。这些风格不同的青花瓷呈现出鲜明的艺术家个性。从无名的工匠到工艺大师，再到画家作品，青花瓷始终跟随时代前进的足迹，活泼而不失风范。景德镇年轻的工艺美术家廖志丹开了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因为学习过国画、油画、素描等美术基础课，廖志丹对青花瓷的创新更为大胆。因为青花从古至今呢，它是以风水为主，但是说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能不能用传统的这种风水和现在的像西化呀这一块啊，是不是能够相结合？像我的山石树啊，这些东西都是用比较传统的手法来表现的。像我的云还有水，它我是用西化一种感觉来入画。对于景德镇陶瓷来讲，传统的一种工艺呢，就已经产生了视觉疲劳。怎样和别人有所区别？区别也许只有一点点，也许这一点点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很难了。对于青花瓷这种底蕴深厚的传统来说，创新也许比传承更加困难。但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让青花瓷融入现代生活才是最好的保护和发扬。大众艺呀，我说啊，对瓷器和传统文化，不同行业的中国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在天津，喜爱收藏的成功商人张连志利用一切机会收集瓷器，哪怕是碎片。2002年9月，张连志花了3000万元人民币将一座百年小洋楼买下，决定将它改建成一座瓷楼，为中国悠久的瓷文化建一座生动的纪念碑。2007年9月，全身镶嵌着4亿多片古瓷片、13000多个古瓷盘和古瓷碗的瓷房子正式对外开放。我的房子有100年的历史，就是法国的房子。我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呢，用中国的符号给它重新穿上中国的衣服。我想做的事儿呢，是给它哈，是一个传承。青花瓷是这座瓷房子的主角，其中还有不少珍贵的原青花。蓝色的花纹勾勒出一道道天然的建筑装饰，不管是成品还是碎片，当它们被新的情感凝聚在一起，便超越了青花瓷的美学内涵。
而获得了跨越历史的力量。在快速发展的现代中国，青花瓷的灵魂不仅没有萎靡，反而因为现代生活的新气息而焕发出了青春和活力。这一件它就注意腰部的哈，腰部的这个图案的衔接哈，还有这个前面小领口后面。这套特别的礼服用白色的丝绸做料，装饰着典雅的蓝色绣花，衬托出东方女性的柔美和清新。礼服的设计者是北京服装学院的副教授尤佳。2008年，他的青花瓷礼服从众多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奥运会颁奖礼仪服。可以看到衣服上它很多的图案花纹是采取青花瓷上的那个花纹的元素，但是呢稍微调整了一下，因为青花瓷它的上面的图案不能完全的给它照抄下来，我们是把主要的那个图案花卉啊一些卷草啊给它截取下来，又给它应用到服装上面，根据服装的结构来给它进行再次的图案设计，但是它的所有的元素点都是从青花瓷上面截取下来的。在中国的首都北京，青花瓷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北京地铁8号线的北土城站，青花瓷化身别致的空间装饰艺术也分外引人注目。我主要是考虑到，我觉得这空间当中如果再太多的出现这个青花的图案的话，有可能会不太行。这一设计方案是由北京两位年轻的设计师完成的。比较复杂的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想把这个花，就是青花的整个这个细节能够，这个青花的这个出现完全是就很偶然一件事情，就是在翻杂志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那个就是有点像手绘似的那么一个很意象的一个图片，非常非常美，所以当时就想那个把这种青花这种元素是不是能用到这个空间当中去。元代的青花其实是一个很罕有的一种东西，因为现存存世的也不多，而它的审美以及它的独特的东西在很长时间是埋没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在青花里面的图式和纹样是非常丰富的，但基本上是我们选用的还是以这个花卉和卷草这一类的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太大的争议性，它也没有特别具体的指向，它就给人一种美的感觉。我们觉得这个在公共空间是特别合适的。我是认为其实青花瓷带给我的这个最大的触动其实就是这种细节上的这种不可用一种机械的数字的方法去衡量的这种美感。一种工艺再神奇也比不上人类内心情感的浓郁。为了保持传统的生命力，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之火燃烧出美丽的花纹。青花瓷因此得以穿过急剧变迁的时代，始终陪伴着我们的生活。